麻酱海参。原料：发好海参八只，芝麻酱五十克，跑油25克。配料：油菜心八颗，枸杞子八个。调料：盐5克，酱油3克，料酒3克，味精2克，高汤150克。海参斜刀片、大镰刀片。锅中倒水，水开下海参，焯透捞出。油菜心根部用小刀修好，画小十字口。用开水汆透捞出，用炒油煸炒，调味盛出，摆入盘中。锅中放油，下麻酱略炒，加入高汤，炒至浓稠状，倒入海参调料，煸炒至海参裹满麻酱汁，用枸杞子点缀装盘即可。特点：营养极其丰富，麻酱香味突出，潍坊地方名吃。